方请你公平一点，能不能别限流了？我一直都在努力，可我换来了什么？凭什么热度都给了新人？就像这期视频，我编辑了那么久，就那十几个赞，我们用自己的努力换来的就是限流掉粉。我也想体验再能破一千，我也想体验99+，官方请你公平一点。